彩的暑假生活开始了，哈哈哈哈。没有，你打错了。怎么打的嘛？过来，就是这样的。你过来，你放，你拿你手拿，来，要发小单给我。拿的明显一点，尽量每一下都均匀一点。四包榴莲牛奶，五包榴莲牛奶，六包榴莲牛奶，七包榴莲牛奶，八包榴莲牛奶，一包榴莲牛奶，两包榴莲牛奶。从头开始笑着去说，然后每次用反着脸。一包榴莲牛奶，两包榴莲牛奶，三包榴莲牛奶，四包榴莲牛奶，五包榴莲牛奶。一包榴莲牛奶，两包榴莲牛奶，三包榴莲牛奶，四包榴莲牛奶，五包榴莲牛奶，六包榴莲牛奶，七包榴莲牛奶，八包榴莲牛奶。一包榴莲牛奶，两包榴莲牛奶，三包榴莲牛奶，四包榴莲牛奶，五包榴莲牛奶，六包榴莲牛奶，七包榴莲牛奶，八包榴莲牛奶，九包榴莲牛奶，十包榴莲牛奶，十一包榴莲牛奶。一包榴莲牛奶，两包榴莲牛奶，三包榴莲牛奶，四包榴莲牛奶，五包榴莲牛奶，六包榴莲牛奶，七包榴莲牛奶，八包榴莲牛奶。拿了蜂花护发素送给红鲤鱼、绿鲤鱼，拿了两包灰化肥回家，发现灰化肥已经发黑，会挥发，会挥发。牺牲吊饰还不是这么容易啊。牺牲吊饰的话，是在五声吊饰的小三度音程中加入不同的偏音，属于清乐。你的心有一道墙，当我发现一扇窗，偶尔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嗦咪哆咪嗦咪哆咪嗦咪哆咪嗦咪，最基本的大三和弦嘛，这三个音也不平的，它有起高低起伏的，越来越高，下来。你这个叫抒情吗？你这个叫童声，你就甚至有点萌。我要你唱的温柔抒情。一闪一闪亮晶晶，你觉得呢？哎，又滑了。继续。满天都是小星星。我天哪，你真的太乖了。好，算了，不继续折磨你了。坐着就开始担心今天的你过得好不好，整个画面是你想你想的睡不着，二三四最嘟嘟那可爱的模样，还有在你身上香香的味道，我的快乐是你想你想的都会笑。哎，这个太难了。
突然发现时间来不及了，现在就要走了。走。
情绪不错。我觉得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让我感受到他眼神的真挚和真诚，是在真真实实的用自己的心在跟对手去交流，明白吧？我没有演的。好，作业，一首歌，自己选。每一个人，他必须要有一个鲜明的角色，和其他三个人都有反差的。好，这四个人里面，绝对都是关系非常非常好，听懂了吧？是，四个人关系。是四个人当中两个人和两个人，四个人关系都互相都很好，去把这个戏给我演员嘛，听懂没有？一首歌，符合那首歌的情节。OK。哇，有作业了，我们好开心呀！安排。王志老师，你要想想，如果你想用这个地方的情节，你要用什么歌？还有歌曲，而且你还要把控歌曲的时长，就比如说歌曲副歌到高潮。情歌王。完了，我们现在就有几个啊？那就是说对方上火，就是干了坏事然后上火，啊，这个迫不得已要上火，迫不得已。你觉得挺上火？不用了，那什么，谁哪个上火？说白了就是一个上火犯，不用任何职业。在经过我们激烈又充满想象的一系列讨论规划之后，我是一个善良，但是我是这四个人中地位最低的一个人。我绝对不会背叛他们那种，但有时候就，但是我还是一个非常粗心的人，就想做好事情，但有时候都做不好，因为老说每个人都要反差，所以我们尽量都把每个人就是更加鲜明一点，就每个人都不一样。我是一个外表帅气的人，是内心猥琐。那你在歌单上面没有写帅气啊？我就是一个做事情很恶毒，但是是嘴巴上面说我不敢做的人，就是内心和外表。两个心脏那种，跟你差不多呀。下一个，你是猥琐。下一个，我帮他说吧。你老大打村，哼，老大就不一样。老大就是一个老大，性格暴躁，这里边入戏了啊。性格暴躁，然后呢，很细心的人。对。我这个。喂，喂，大姐。四姐。哎，这就是我。我的眼睛不行，你是哪呀？怎么回事啊？这是谁？真是呀！老大，真的不是我呀！我平时这么忠诚的跟着你，我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嘿，老大，我这不是在跟你吃饭呢，对不对？你怎么可能有这种时间？没事，我还是陪你逛街买包包。什么表情啊？你是谁？这不是我，你应该这样，老大，哎。让自己的肢体看起来外向，而不是什么，真的在使劲，明白吧？什么意思？比方说，你看啊，速度要快，对吧？但是，另外的时候，左方疼吗？疼吗？没找。对，其实我根本干嘛？我根本就没有那招嘛。学会什么？学会四个字，叫肢体控制。OK。坐着去，再听我说话吗？快！
绝对不是我。我跟了您这么多年，我一直对您忠心耿耿，我绝对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老大，你要相信我。每天上课抱着脚很痛。哎呀，老师我不行，老师这个好痛。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上课。那希望你有什么就是不是你就只是跟我们反馈好吗？嗯。啊！你们开场练的。哇！哇！上课了吗？哇！这是什么？这是那个压泡面，泡泡泡面的皮蛋吗？不是，游戏。来，我们检查一下。我有，这不是你吗？解不开，你要让解不开，是我吗？哎呀，你说吧，没带练歌，真的是。那我们。
的图案是他们用离谱的大拇指转换的。是什么了？快点，快点让猫头头加上啊！这么久的好，这么久的老朋友了，他都不加我 QQ， 是为什么呢？加了你的，真的，他对我有歧视？没有，绝对没有。张俊豪说六十，他下了六十有个游戏 APP， 但是他只玩作业帮这个 APP。 不，我要推荐一款非常快捷方便的一个好玩的游戏，他只用扫一下条码就知道了，那是快乐作业，一看就是。啊，张俊豪又开始看他的动画片了。哦，威贝尔贝尔是你喜欢哪个熊呢？我喜欢白熊。我也喜欢白熊。白熊是贝尔啊，最聪明。你为什么要看中文版的熊呢？哎，因为他听不懂。你要像狗突然在思考是什么样的一个习惯呢？我们还要摆个 pose。四岁的时候来的。四岁的时候腿就已经这么长了吗？最牛的喵。当时这条裤子稍微长了那么两厘米。最近这个腿没长，快点儿啊！好，张俊豪，我们先拜拜，去其他地方玩。好的。这。Touchdown.